二来明天上恐怖啊，这场是打守关黄守荒啊哦，啊这黄守荒的配置哦，带了黄战士谁跟那个宗室哦，那宗室是这从上一季开始就改强哦，那这一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以期待跟非常可以去多练习的兵哦，因为他的坦度跟他的伤害啊，如果你的阵型跟进场时机控的好的话，很惊人。哦，然后再来就是他平退的时机也很也，如果用的好的话，可能那个中士人为整个地推流创造效益很惊人，非常的非常惊人哦。那打手官在防守前期，在这个我们讲的 A 补哦，以及 B 点跟 C 点的时候，都有相非常多的转角跟缺口哦，那些都是中士很好发挥的地方哦。所以这张图在做防守方的时候，其实中士是一个 very very smart choice。Mary Mary Smart Choice。敌方炮车准备推进，敌方工程塔正在推进。敌方撞车正在推进。那我们边打边都是比较太严肃嘛？好像看的人愿意看的人是比较少。以前我们拍这种边打边录影片，我都是没开直播，就想要做专心打、专心录这样。然后这次就是第一次试着边开直播，然后再边录这种边打边讲。敌方工程塔已架上城墙。敌方工程塔已架上城墙，敌方工程塔正在推进。有在控龙敏哦。好，那这个在防守的时候打守关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尽量都不要去架阵哦，也不要来这边皮。那这个位置也尽量不要架阵跟皮哦。可以的话，让敌人到这边的时候，我们再做短边相接。因为敌人到这边的时候，他的天火是比较不容易，我们比较不会被天火威胁。那如果在这边打，非常容易受到天火的攻击，而且是全吃哦，就是会瞬间大量的天火砸到脸上面，哦、那时候相对痛苦。啊这，好、啊、这 AD 要放哦，啊，哎别去啊兄弟，凉了，哇，我看他表演，看他表演，有料吗？好，救他！这样没有比较赚啊，你可以用更少的交换打、嗯。他至少死了七只或八只哦。哇，好挡哦！这么有料的没？帮你控制一下。不行不行，我要跟着赔进去了。哎西。哦，这时候赶快开内麦哦 ，B 点 B 点，啊，像刚那个状况其实是不用去救的啦，但是因为我有一颗赤子之心、正义感，然后还有，爱护世界和平的心，所以就还是过去帮了他一下。哦，像通常这种人家都自己都去白给，真的也没必要把自己送进去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没意外，刚刚看力可以看出这个补给要掉了，所以现在要做的事情就两件。他们没如果这个攻击方顺利拿到这边，那他们下一波打法就会走这条路，好、哦，会走这个补给的这条路。那如果这边打得不好，他们就会往西走这条路。哦，所以选择是这样，这边看攻击方是走这边还是走这边。那因为这 A 补快掉了啦，所以我们就是来守这边跟这边哦。那我先以守 B 点为主，所以我们交出我们的方阵哦，刚刚没表现的方阵。好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好，挨个立，打，那看别人动向哦。那很明显这个动向就是要往补给点去的哦。
啊，那往补给点去的，那通常哦，会敌人如果越往补给点去，那这 B 点更要去注意守方自己啊。如果今天玩家自己的话，要多去注意这边有没有人顾哦，因为这边人家这边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很多人会去防守，那不小心 B 点就唱空城了哦。好，但是现阶段可以看到，这此时此刻队友意识比较强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守这 B 点了，因为 B 点已经很多人防守了。那我们重新再做一波资源分配，那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兵力调去守补给。哇，这边人够多了，甚至有方阵。那这边的话，真的是鼓励不要打上去啊，就是把他们拉下来钓鱼啊。一本说补给点可能被他们踩得很危险，也没关系哦，后续打下来机会是非常高的。但好像一直到现在就不是那么高了呢，怪怪的，怪怪的，这场队友怪怪的。啊，这还没清完啊！哇，害我的，哇，害我的中士被吃很多背景。好，那就一直挡啊，一直挡啊，一直挡。好，起来，一，吃吃吃吃吃吃。持续做输出啊，对，就像这样哦。就算说这个补给点被踩一点点都没关系哦，就是把他们放进来深入，我们再一波打回去，这样是最漂亮的哦。啊，所以啊，但是很多人就很急哦，我们就不知道在急什么哦，就硬要卡在这边打哦，那卡在这边打就不是很聪明啊。了解我的愤怒。好，那对方这样打完一波的时候，就要做习惯动作哦，看边左，看边插。哦，那如果五五开的时候，就要再看 tape， 看对方的动向哦。那对方又是回去一波换兵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该怎么做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队友有点贪哦，就贪过去了。那这样贪过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上去看有没有其他机会。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应该可以换狂战士去抓人家后排，但我先不做这样的事情哦，因为如果我们的队友真的贪得太夸张，然后送了太多，我的狂战可能在本阵阶段会是大家的救命恩人哦，所以先把它扣着。对，但是现在真的是贪得太多了一点。何必呢？何必打到那边去呢？啊，是打到那边去完全没有优势啊！一方面太深入，然后要受天火威胁；二方面人家补给点在那边，那、啊、你过去打到底是要干嘛？哎呦，这个中士不破阵，对不起，我是园林等这件事情，关起来。哦、OK， 也怕杀虎。好，可以看到，对方反而在集结，要往西点过去哦。所以我们，可以准备一下。在干嘛、啊？那个就交给队友了。好，那如果发现对方在西点做集结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大胆换狂战。嗯，那这九只中士就先让他下课。好，那这时候玩狂战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。好，一条我们就这样过来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这边哦，吃人家后排，好，这是一条路线。那第二条路线是噔噔噔噔噔噔，在这边 stand by， 等到 B 点人家灌进来的时候，我们从这边吃一波。好，这是两条路线。那有一条路线是噔噔噔噔噔噔，就等人家 B 点这样下来的时候，到这边的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再冲过去吃一波。好，所以这个时候要干嘛呢？等时机啊，等时机。什么事都先不要做哦，除非真的被漂得很严重哦，像现在就要做事哦，像现在就是出动出动出动 ，move move move。
好，这边的话要小心哦。这边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队友非常的闪哦。所以当你队友已经很闪的情况，然后又有人在往前，自己就更不能往前了。好，哇，这狂战就很白给哦，就不要在这个楼梯打哦，不要在这个楼梯打，不要在这个楼梯打，把他们调过来啊！这条路其实很长嘞哦，所以他们调过来的时候，他们的地推流的那个路线路就会很长，那队伍越长，破绽就越多啊。哎，RB 点 ，OK 绕后了，他们很深入，我们也可以绕后了。Go go go！ 而且队友也补上去了，那我们去找事情做。Go go go！ 幕府幕府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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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哎呦！双刀旗，好，来试看看我们现阶段的狂战打双刀旗可以。来来来来，苏牙苏牙苏牙，来来来，快快快快，输赢输赢！哎，不要跑啦！我极刑哎，哇，他有三技能。不要跑啦！哦，一直跑哦，撤一下啦，撤一下啦，哦。不要跑啦哦，双刀旗跑呢哦，啊你无得躲，无得躲，嘿嘿嘿嘿，哎呦 ，F， 好啦，那这场其实比较大的看点，真的就是看队友的动向，然后跟自己可以做的事情，其实没什么表现，好像是玩了两队兵，对对对对，大概是这个样子哦。这是第四场的部分哦，就是打锁关的防守。好，那。哦，等一下还要看那个成绩，等一下再按关录影。啊，这场没有跑到嘛，就可惜了一点。好，那成绩是第三名。哦 ，OK。哦，刚刚那波吃了很多东西，也都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、啊。哦，狂战吃鸡饼哦。OK， 这是第四步。